感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物体？不会是大白吧？可以睁开眼睛了。我感觉喧闹的电影，我快把自己寂寞的烦恼的心快把自己热好光了。时间里走，你不介意异地恋吗？不是特别介意。你觉得女朋友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因素是什么？孝顺啊，有爱心这样子。你觉得我身上有没有具备一个拥有一个加分的一个项目？我觉得就是你的整体气质还蛮好。接受闪婚吗？不会，因为两个人最后要走到婚姻，我觉得相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然后相处需要时间了。你对于未来就是结婚的一个年龄是有没有一个规划？没有规划。没有规划，就是碰到合适的就可以。接下来咆哮男生们先要进行选择了，选择之前再次问问佳慧要不要更改心动男生。不更改。因为爱所以爱，珍惜在一起的愉快。完美告白，为爱转身，男生们请先做决定。没有看到他转身，我能理解，可能他还是有些心结吧。那现在绝对不是佳慧最后的这个结果，因为接下来的时间是佳慧可以向心动男生告白。我还是想跟我的心动男生告白。好，那你请他出来就好。我想请一下十二号杨帆。隐约会感觉到，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经历，不管是感情经历还是生活上的，也是都有点像。刚刚在沟通当中，确实我们沟通的比较少。我想能不能先问一下，你觉得？就凭刚刚这么短的一个时间，你的第一印象对我是怎样的？我觉得你跟我的还是挺像的，感觉你和我一样，也是不是特别擅长去表达自己，但是心里会想很多，是吗？对，在之前的话，我也了解了一些你的一些情况吧，所以说有一个小小的视频，也是展现对我对你的一个了解。让你跟我一起先看看这个小的视频。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，时代在召唤。预备，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。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，当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平静，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，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。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比你想象中还要了解你。其实影片放到最后一部分，模仿我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一些打工兼职的经历，特别有感触。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个视频的时候，吸引我的可能就是
我在你的身上找到了我自己的大学的一个影子。大学的时候可能就是想要尝试一下其他的生活，我就开始做了一些兼职。确实那会儿特别辛苦，虽然说可能有经历过这些一些不开心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在这一份经历上，我想我们应该是有个共同话题的。我知道在你的手上有一道伤疤，是因为就是可能特别辛苦的时候，这一份辛苦导致了我们自己在心中有一份不平，或者说是有些委屈在。但是我相信今天我给你带来的这个朋友，希望能抚平一下你自己内心的一些，算是一个雾霾天气。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心中可能你应该是一个蓝天。那么接下来我希望你稍微闭一下眼睛，我把这个朋友请上来。他关注也可能比较热烈，其实心里也有些期待。你先猜一猜，你感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物体？不会是大白吧？你可以睁开眼睛了。我发现每天见到你微笑，心中是蓝天，靠着肩，我有这感觉，你是我的情人。真的触动特别大，特别温暖。大白是一个最窝心的、最温暖的一个宝贝，我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带给他温暖。对于你而言，就是你的后背还有你的拥抱是应该给你最喜欢的那个人，但是我希望今天这一刻，希望你能够放松一下。能跟我的大白拥抱一下吗？我只想狠狠拥抱你，驱散我每一个用力抱你的呼吸，谁在耳边叫我不理，那个人是总是你。杨帆，比较在意他的后背还有他的一个拥抱，所以我想用大白来代替，就是我想给他的这一份温暖。可能我觉得我自己也有点像大白，就是平常的时候对我的朋友也特别好，然后在我们很多经历上我们两个是非常像的。你要往哪里去？今天既然来到这了，可不可以就带我到你的世界里？我想就是告诉你一声，杨帆，我很喜欢你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能做你以后的这个大白。迷途在进退之中，立刻散了。我也被感动到，因为通过他的经历你说到我的，所以我也会回想起自己几年前的自己。是的，我没毕业我就自己出来打工，不上课的话一天在外边工作大概有14到16个小时，然后真的特别累。大学刚毕业，我在外地打工，第一个月工资挣了388块钱，我自己和同学租的房子一个月400块钱，不吃不喝连房租都交不起。我就那样子
谁又说得清。我就那样子在外地坚持一年，好跟我关系最好的一个大学同学，他从广东回来看我，见面喝了16个小时的酒，压抑了一年的心情，把租的房子里的玻璃碎了，然后胳膊就划伤了，就留下那道疤。然后我也觉得那段经历对我挺重要的，起码让我成长，所以走的每一步路我都走得特别的踏实，特别的认真。生活上的东西其实多少会对感情有一些影响。我发过一篇微博说感情是易耗品，希望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对的人。这段光阴，我前几年经历的事和见过的人，那些我感觉喧闹的电影，我快把自己寂寞的烦恼的心快把自己要耗光了。然后我把那个瓶盖盖住以后，我就想那些漂浮在光中的灰尘，仅剩的一些东西留给最对的那个人吧。所以那些安静的喧闹的电影，那些寂寞的烦恼的心情，我不能，不好意思。我们是两颗会痛的石头，猛烈冲撞后裂了缝，永远都不回头。什么叫认错？还相爱？我和他特别像，都像一瓶水一样，已经把自己的自合性消耗到极限，已经很难去打开心扉，突然的去接受一个。今天你把这份已经深陷了，那我想在最后的时候留给大家的是一份笑容。我希望我们两个一起开心的和大白拥抱一下，可以吗？爱情不是佯装，我们从来就像别装，快乐只是占了我悲伤中的1%感受，放任自己疯狂以后，你知道就像着魔，等着你出走，还能奢求什么？我哭得像个孩子，真的对我内心触动特别大。我也觉得他也是一个需要大白拥抱的人，觉得找到了一个和自己特别相像的一个人，哪怕今天不是一个正确的时间，但是我觉得以后的话我也会大胆地说出自己的这一份感觉。当帆帆跟我们的慧慧两个人隔着大白在拥抱的时候，看似中间有温暖的大白，但是两个人在大白的左右臂弯之间宣泄着属于自己情感的那一部分。我觉得在某一个适当的契合点，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臂弯，是让你们把心中所有的感情释放出来。我们先留时间让佳慧跟帆帆，你希望怎样做你们现在的 ending？ 佳慧由你来决定。我想跟你说句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我送你过去吧。再次祝福佳慧，加油！佳慧加油！